看一下片段啊。你是玲玲对吧？没错了，走呀，跟我出来一趟。你谁呀？我报警了。哼，我是谁呀？啊，你听好了，我是罗子君的妈妈，陈俊生的丈母娘。你报警是吧？哎呀，你爸爸，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。我跟你说，就你这种人放在旧社会是要被陈坛要被乱棍打死的呀，你晓得吧？好的。哦，哇，传递开始。开始了。来了。Two people. Understand. 你是玲玲对吧？没错了。走吧，跟我出来一趟。你是谁呀？我要报警了。我是谁？你听好了呀，我是罗子君的妈妈，陈俊生的丈母娘。你报警是吧？好啊，你报吧。你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？我跟你说，就你这种人放在旧社会是要被陈坛要被乱棍打死的呀，你晓得吧？陈坛乱棍打死，我知道了。等我陈坛乱棍打死 你报警是吧？好吧，你报吧。你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白痴白痴。快点，时间不多了，我记不住了。快快，你是玲玲是吧？干什么啊，阿姨？我要报警了。你报呀！你让警察来评评理呀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罗子君的妈妈，陈冠生的丈母娘，我让警察来看看你这样的败犬。进猪笼，陈塘的，陈塘的，阿姨，你给我放尊重点。结束。快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进猪笼。他哥一脑瓜子问号。你是玲玲是吧？玲玲是吧？想混过去啊？怎么的？什么吃的？阿姨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古代是要进猪笼陈塘的，放在古代你是要进猪笼的。别吃。阿姨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，我尊重你。你拿点值得我尊重。哥们，第一句是啥来着 ？Bitch， 已经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哎呦，我哥，腾哥摔倒了都。最后一棒，最后一棒。阿姨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。阿姨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在煮骨？你。古代你是要进猪笼的呀？古代是要进猪笼的呀？啊？什么？猪笼？你这个样子要在古代进猪笼的呀？对，阿姨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我们这样说话怎么说话呀？怎么说话呀？白痴！哎呀，就记住白痴吧。听听小宋最后能够接收到多少台词？阿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样子在古代是要进猪笼的了。怎么，阿姨？完了，我是这么说的。啊，连阿姨进猪笼了。你这样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你要上天的了。白痴，白痴，白痴。这趴真的挺像有外国友人的。小宋说对了八个字呀。Yes， 这么厉害了。你我他阿姨这些都说对了。最终在声情并茂环节获胜的是嘉宾队。玩王牌的同款聚会游戏就上会玩 APP， 随时随地跟你的好朋友来一局。接下来啊，有一位神秘的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会玩 APP 的小丸子。接下来这个词由我来给大家表演。第一个字，
浪浪。第二个，哦。第三个，不。第四个，响睡响。浪吐不响。哦，水土不服。小童现在是越来越会玩了啊。因为我经常会在会玩 APP 里面玩你演我猜，咱们王牌家族有的聚会玩法，会玩 APP 里面都有同款，大家想和我一起玩的话，那就下载会玩 APP 吧。说的没错了，玩王牌的同款聚会游戏就上会玩 APP。 这轮经过最后的统计，王牌家族遗憾落败。哎，姿势都已经庆祝的姿势，刚要起个范儿。上一轮是嘉宾对赢了，我们有一个奖励，可以分享自己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。这个多帅啊！这个好帅，一脸血是吧？对，打了个杀人狂魔。嗯，一直是头盔造型，然后这个是第一次把头盔摘下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比较恐惧那个。像演这种角色，是不是入戏一旦深了，容易跑不出来？我觉得我还好。但是观众可能受不了，因为演这个戏的时候，导演就说到底是视觉上的还是人心理上的，后来我们就选心理上的。这个戏里面有一句台词，他就老问他说你家住哪儿啊，你住哪儿啊，别走啊。你对着小宋说一个，就是用剧里面的那个，剧里面的吗？你家在哪儿啊，那个劲儿，我躲远点。你家住哪儿啊？瘆不瘆得慌？瘆得慌，瘆得慌。半夜回家都往后看看啊，姐姐跟在后头了。下一个看一下谭健次。哎，我的天哪！男神执事团。这是动漫吗？怎么倒真这么狠呢？对，当时说是演男神，结果去了发现跟男神经差不多。啊，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下一环节。俗话说呢，艺多不压身，演员得是一个杂家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考验一下各位是不是多才多艺。接下来有请谭健次和小宋合作带来歌曲《孤勇者》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？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。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骏马，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，战马。一醉卑微的梦，去那黑夜中的屋檐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爱你来自于蛮荒，一生不见谁的光。你想造你的城邦，在废墟之上。去吗去吗去啊去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战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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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最孤高的梦，是那黑夜中的雾。
光里的才算英雄。